反正这个节目大家不说了吗？一个不说话，一个说不明白，一个说不利索，一个汪涵带，尽可能少说话，能说话时尽量不说话，一个黄磊带，师傅就是师傅，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感情是吧？一个何炅带，美的妖娆多姿，妖娆多姿，多姿。三位老师风评被害。